家我就要问，如果我哋喺呢一生当中遇唔到善知识，点好呢？这个的确是问题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，就好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。我们去年在这里说的清净明慧，如果我哋呢个缘分唔好，遇到嘅系邪师，受佢嘅误导，咁呢个问题就非常严重。俗话时常讲，先入为主啊，先接受咗呢个邪知邪见。以后遇到正知正见反而排斥。换句话讲，无能力辨别邪正，无能力辨别真妄，无能力辨别是非，甚至善恶利害都无能力辨别。这个一生亏就吃大了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因此我们在这个时代修学，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小心。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要认清楚佛法的本质是什么，然后至不至于被误导了。佛法是释迦牟尼佛对于我们最好的教训，所以我讲的是对九法界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，这个要认识的。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不单只是释迦牟尼佛一代所说，即使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众生所说之法，它的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无论讲得多讲得少，讲深讲浅讲长讲短，都不外乎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些我们要将它搞清楚。真相明了了，理得了，心就安了。咁由此可知，我哋要真知道明理，有一个方法，读经。所以古人入佛门，唔系从听讲解入门嘅，同我哋依家人唔一样。依家人入门要从研究教理，古时候的人不是这样的。古时候人从什么地方入门呢？从读诵。
而且时间一般限制是五年。五年读诵。咁读嘅系乜嘢经呢？老师指导嘅。咁就睇你学边一个宗派，每一个宗派而依据唔同嘅经论嚟修行。譬如我哋要学花严嘅，当然系要念花严经，将花严经念上五年，纵然不能背诵，都好熟好熟啦。所以佢喺日常生活当中，佢用得上。呢个喺佛法里面讲提起观照，碰到事情嚟嘅时候，马上想到佛喺经上点样教我嘅，我应该要用乜嘢态度去做？呢个叫观照功夫。你唔熟点得呢？所以一定要熟透啊！所以呢几年嚟，有唔少念佛同修问我从边度入门，我劝佢先将《无量寿经》念三千遍。这个同古人比已经打折扣了，打了好大的折扣了。我要求的这个标准呢，是无量寿经一日念三遍，念三年差不多就三千遍了。古人是念五年了，我这个要求念三年，打了好大的折扣了。能不能够再少一点？再少一点就没用了。三千遍念落嚟啦，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确实会提起观照嘅功夫。遇到乜嘢事，遇到乜嘢人，会想到佛喺经上教我点样做法，点样全心，点样嚟处世。咁呢啲喺生活上你就心安理得啦。嗰一句佛号念得自会相应，自会得力。我哋今日呢句佛号念得不得力。换句话讲，一面念佛一面胡思乱想。原因喺乜嘢地方呢？都喺呢度。呢啲係將我哋嘅病根揾出嚟啦。我哋唔知足啊。我哋冇得到常乐啊。常乐就係发起。发起充满。冇得到发起。这个发起同各位讲是好好的养分，最好的营养剂。人心里面时常欢喜，我们世化里头都讲人逢喜事精神爽。你真正得发起，一日到晚快乐欢喜，人快乐轻松愉快，百病不生。所以这个是最好的营养，最好的养分。我们在修学当中，处世待人接物当中可以得到的。你如果是明了认真努力去做，你一定可以得到。
咁得唔到呢？得唔到系我哋嘅功夫唔够，或者系我哋嘅方向目标错误咗，你得唔到。你方向纯正，有足够嘅功夫，你一定会得到。这个是四如意中简单的介绍。那合起来这个前面三科是我们经常没有讲到的，经常从五根五力讲起的。经常为什么不提呢？在说法习惯里面讲，后面可以包括前面，前面不包括后面。好像我们这个是这个楼房一样，我们讲第五层下面四层一定包括了，没有下面四层怎会有第五层呢？如果我们讲第二层呢，可以包括下面一层，不能包括第三层。后后能够包括前前，这个就是不说亦在其中，这些都包括了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第二个意思，这三项科目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具足了。换句话讲，我们今天要修和我们修学关系太大太大了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三科十二条他们都圆满了，所以佛就不必讲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从五根五力这样开始修，前面他全圆满了，通通具足了，所以就不必要讲了。咁祖师注经仲系要详细注出嚟，系为我哋未到西方极乐世界呢、这个三科十二道品，对于我哋念佛往生净土的确有好大嘅帮助。前面曾经同各位讲过，我哋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念一生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实在讲，疏忽咗呢十二个科目嘅修学。由此可知，我哋念佛人对于呢个十二个科目要特别重视。要认真的去修学，用四念处的智慧看破宇宙人生，就是看清楚他的真相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化无我。这个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正確的人生宇宙观。四念处前面三条是人生观，后面一条观法无我是宇宙观，这个是建立一个正確的人生宇宙观，然后精进不懈的断恶修善，亦就是要认真将自利的这个观念断除，将利他的这个念头时时刻刻提起，
念念利益众生，造福社会。然后放下身心自在，身心世界，知足常乐，心安利得。这个是这种心态，在信愿持名，边有不往生的道理。所以祖师对于这个三科，为我们介绍，为我们开导，亦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的成就。五根者，从这边看起，信正道及助道法，名信根；行正道及诸助道善法，勤求不息，名精进根；念正道及诸助道善法，更无他念，名念根；摄身在正道及诸助道善法中，相应不散，名定根；为正道及诸助道善法，观于苦等四谛，名为根。咁呢个系三十七道品里边嘅第四科，就是第四段。这个根有两个意思，都是从比喻上来的。譬如草木有了根，根是它有能生的意思，又能成长。这个继续不断成长的意思。所以在这个古德注解呢，就是有能够保持的意思，能生长，能保持，所以叫它做根。一共有五条，就是信、尽、念、定、慧。这个下面讲这个五力名称完全相同，先有根，而后至有力。力是长成，它就产生力量。未长成的时候，我们称它做根。这个五种非常重要，佛在《弥陀经》里面跟我们说，西方世界的人，这些就是无论从哪个世界去往生的，无论他是怎样的品位，从这个下下品到上上品，这五根都要修。这个五根五力都不能够缺少。那边要修行这个法门，可见这个法门是非常的深广。这个信大师跟我们讲得很简单，也很清楚，这个是指示我们的原则。信正道及助道法，这个地方问题呢
就是邪正的问题了。那正道怎样才叫做正道法？只是正道。佛为我们讲了好多好多的经论法门，可以说都是正道，都是正确修行的方法。但是不一定能够适合每一个人，就好像我们到这个这个药店，你看到是几百种几千种的那些药物，我们都可以说那些是良药，那些是良药。但是这些药呢不见得适合于我们用，用对了症，那就药到病除，那病马上就好了。如果这个药用错了，不单止这个病不能够好，可能还要加重。这个常识我们懂，药通通是良药，佛法皆是正法。我们自己究竟是怎样的根性，我们害病的人佛的药方药太多太多了，绝对不是叫我们通通都要吃的，不是的，也就是说所有一切佛法不是叫我们通通都要学的。所以古德时常提示我们，选择法门，一门深入，这个就啱啦。咁至于广学多闻，嗰啲系为人哋嘅事情，唔系为自己。就好似呢个药啊，治自己嘅病，自己选择几种。但是你要想做一个大夫，做一个医生，要医一切人的病，那你是样样都要懂，样样都要内行。你开出的药方是给人家吃的，不是给自己吃的。这些呢都必须要搞清楚。我自己要成就，那是一门深入。我要帮助人家，那要灌机为他抉择法门。这个是首先我们要明了的。那于正宗来讲，这个是单一修净土求生弥陀净土的人，他的正道就是信愿持名。我的大师在本经里面特别为我们提示的信愿持名，这个是正道。三经或者是净土五经一论当中教给我们好多好多断恶修善的方法，比如
半经里面讲的三福，那些都是属于助道，是属于助道，就是这里讲的助道法，能够帮助我们成就一心不乱，帮助我们得念佛三昧，这些都是属于助道法。我们对于这些能够深信不疑，那你这个信就有根了，信就有根了。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法门虽然听到了、见到了、生欢喜心了，还未下定决心要专修这个法门，那我们这个信就无根了。信我亦相信，修我亦在修，但是不认真，不是真正在修，甚至于还修学其他的一些法门，好像这个一般我们时常听到的禅静双修，或者是物静双修，又行物是又念佛，还有是物静禅三修的。咁呢啲呢可以讲呢，佢不能讲佢冇信，佢呢个信无根。我哋从呢个地方能够睇得出嚟。所以信有咗根呢，佢只起作用，冇根嘅话佢不起作用嘅。咁因为信有根就带起咗精进。一信有根，他真信，真信他一定真修，这个精进就是真修。各位要记住这个名词，进是进步，无后退，精是精神，可见得他这个求进步是纯一专进。在大乘佛法里面，凡是这样的态度去修学，几乎没有不成功的。凡是修行不成功，纵然他很努力，好好学，好勤奋，呢啲系进，但系佢不精，亦就系讲佢不专，佢系杂进，佢学得好杂，学得好多，学得好乱，咁样力量就分散咗。所以无论佢点样努力，佢嘅心思系散乱嘅。他的精神不能集中，这一点我们亦要特别注意。那么讲实实在在的话，这个信进之无根，如果我们追溯他的根本原因，还是缺少前面三科十二条的基础。所以这个五根是从
前面这个三科基础上奠定下来的，没有前面三科良好的基础，哪里会有根呢？因此我们要很冷静细心的去反省，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心力不能集中，精神散乱，要想真正达到身心清净，功夫得力，那就不能不细心的去研究这个前面的三课，要认真的去学习，从这个地方扎根，然后自然就能够勤求不息。勤是勤奋，求是求学，会不疲倦不懈怠，这就是昨天所讲的，因为他在学习当中能得欢喜，发起充满能生智慧，又发起又智慧，所以他就不疲不厌。他学习的时候能够提起精神，对于正道和助道法都能够勇猛精进，这个叫做精进根。念根是念正道以及这个助道法，到完全没有杂念了，这个念就叫做有根。我们念佛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时常念佛的教诲，念佛的教诲，这个是助道的善法。二六时中时常念这个名号，这个是念正道法，念这个正道助道。如果还有其他杂念掺杂在里面，我们这个念就无力了，必须其他闲杂的妄念通通都无了，这个念就有力量，就产生力量了。产生力量当然就有感应道教，那境界我们一般讲年年不同，月月不同，这境界不一样，境界是越来越好。那你要问到底什么境界，我们简单笼统的讲一讲，烦恼少了，妄念少了，这个心一日比一日清净，智慧一日比一日增长了，这个就是相应的境界，这个是自己
能够感触得到的。即使读经，以这个例子来讲，从前念这个经含糊弄统，不甚明了，现在比从前明白多了，咁就係好境界。所以我哋虽然常念一部经，年年月月对呢个经典嘅理解唔相同。如果完全係相同嘅，呢个念耐咗就会念烦啦，念厌啦，仲有乜嘢好念嘅呢？冇意思啦嘛。越念越发现里面这个意思越不一样，这才叫真正有味道。所以这一部经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无量劫中你念不厌的，念不倦的。为什么呢？它有无量意，无量的奥秘，无量的法明，俾你细心的去品尝。你功夫越深，你发觉得越深，你体会得越广。经亦如是，牛亦大师这个要解意思亦如是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所以不似现代人写的文章，看一遍之后决定不想去看第二遍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味道没有了嘛，一上就完了，没有那么深那么浓这样的浓厚。所以我们这个念有了根，就尝到法味了，上到法味了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这个第四呢是定，这个五根跟各位讲，后后生于前前，就是越在后面意思越深，包括前面。各位想想，冇信边嚟嘅精进呢？所以精进一定里头有信，冇念呢决定就冇精进。呢、这个念系从精进里头得嚟嘅，所以念就包括精进。念嘅功夫深咗，咁至得定。所以定包括念，念不包括定。换句话讲，前面一个是因，后面一个是果。这个因果相生，它是循环的。咁到最后一个是慧，慧呢又变成了信，底下五力里头信力。所以它是循环的，好像一个轮一样循环的。菩萨位上都要遵守这个法则去修学，菩萨位一直到等觉，等觉都离不开这个原则。五根五力不断的在度增长，咁定根摄心在正道及诸助道善法相应不散。这个正道、助道
同样的重要。莲池大师他是将信愿持名睇作是正道，亦是助道。正助双修都是信愿持名，这个是他老人家所讲的。咁其他嘅祖师大德呢，又将观经里面嘅观想、观像睇做助道。呢一啲开示可以讲都是对于这个善根非常深厚的学净土的人讲的，对他们讲有很大的利益。但是对我们来讲呢，利益不大。这个就是讲这个药用在我们身上不太适合。不是完全对症。我们的妄想杂念太多。对这个法门还未认识清楚。还在那里犹豫不决。这一幅莲池大师这个药方对我们呢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。因此我们必须要懂得自己现前身心的状况。我们要用怎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信愿。这个就是五经里面的教诲，我们不能不留意。特别是观经的三福，要解牛月大师前面跟我们讲的这个三科：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。这个对我们现前来讲呢非常有用，确实是对症下药的。我们依这个方法来修行，确实能帮助我们建立这个五根。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收在这上面。至于有一些人，你们接触的人很多，朋友当中都有学佛的。有些人觉得你现在念阿弥陀佛修净土了，专念无量寿经，这个不够啊。专念一部经怎得呢？不够啊。还要劝你去念花严经，去念法华经，去念金刚经，念得一大堆的，一大堆。以为念多咗至有用，呢个系我哋时常听到嘅。
不但你哋听到，我听到嘅更多。黄念祖老居士教人，同我教人，我哋两个方法唔一样。我教人专一部经深入，黄老居士教人嘅时候唔似我咁样，佢仲指定总有十几二十种经论要你修学嘅，所以佢呢亦知道我教学嘅方法，亦感觉到好奇怪，点解专修一样？我有我嘅道理啊，因为我睇到好多好多念佛往生嘅，呢、这个往生唔系普通往生嘅，系冇生病，预知时节，知道自己边一日走，而且都系企住走，坐住走。问下呢啲人，佢到底念嘅乜嘢经呢？好多一生当中一部经都冇念过，就念一句阿弥陀佛。我哋从呢个地方得到一个事实，咁就系专啊！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能够预知时至，企住往生，一部经点唔得呢？决定得啊！可见得呢个事情真嘅，要精进，多咗就不精啦，多咗就乱进，就杂进啊！嗰、那个不能成功。所以我在讲席当中亦同同修做了多次的报告，我们看这些浩如烟海的佛法，怎会不羡慕呢？怎会不动心呢？这一羡慕就迷了，一动心就乱了。所以我自常讲，佛法是迷宫啊，学佛的人不能不当心，不能不留意。不是释迦牟尼佛搞这些事故意来叫你上当来呃你的，不是的。释迦牟尼佛是普度众生，不是度你一个人的，度你一个人他指你一条路。这些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就好像正话我讲的这个比喻一样，这个医生开的药店各种药品都有，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，你害病他跟你诊断，不过在里面取过一两种而已，治你的病。佛法大海亦复如是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，何况大乘经论里头时常讲，你一经通就一切经通。咁一切经我哋要唔要学呢？唔要学啊！我呢一样学通咗，过一切都通啦，我何必惹麻烦呢？呢啲唔系理论啊！这些是事实。在中国好像禅宗的慧能大师，禅宗六祖能大师，能大师我们看他的传记，他一部经亦没有学过，
不但冇学过，一部经都冇念过。坛经第一篇里面叙述佢嘅传记，记载得就好清楚啦。佢唔识字嘅，佢系一个斩柴嘅樵夫，唔识字嘅。佢系卖柴嘅，偶然嘅柴卖咗之后，出嚟嘅时候听到有一个人喺度念《金刚经》，大概念嘅声音好大，古时人读书咧摇头摆脑，念得好自在噶。佢喺窗外听，听咗一段之后，佢就开悟啦，佢就开悟啦。经的意思他就明白了。念的人还不明白，他在旁边听的人他听明白了。那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在佛法里面说，他这一生虽然没有学过，不识字，过去生中的基础深厚，你一听一接触，佢就明了啦。呢啲系过去生中啊，呢、这个宿根深厚。呢一生当中心地清净，呢、这个非常重要。我哋读嘢听嘢，点解唔能够了解佢嘅意思？我哋嘅心系混浊嘅，心系乱嘅。他心清净，宿根深厚，所以一听就开悟了。咁至到王梅去求法，见到五祖之后，五祖亦无教他。咁见面一问之后，五祖就打发佢到招房里边去中迷啦，去斩柴中迷去啦，喺道场里头做苦工嘅。嗰、那个时候，王梅弟子有三千几人，每一日食饭烧嘅柴火系要人去劈去斩柴，唔系要人去中嘅。好辛苦的工作他做了八个月，在王梅八个月没有听过一次经，跟老和尚亦未见过一次面，就是进山门见过一次面，八个月没有见面。老和尚就要传法了，在神秀做了一首偈，他听了之后将他改了。咁一个因缘，老和尚将衣钵传俾佢，半夜同佢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佢就恍然开悟啦。底下就唔使讲，就冇啦。呢、这个就讲系佢一切都通达啦。嗰、那个时候佢二十四岁。五祖传衣钵俾佢二十四岁，咁当然呢个五祖呢啲学生好多，传俾佢人唔服气，仲系有搵麻烦嘅，所以五祖指点佢，俾佢夜晚偷偷嘅离开。同佢讲要避难，
咁就喺避难途径当中，佢遇到冒进状比丘尼。呢个系喺同一年嘅时候，喺曹侯村遇到呢个冒进状比丘尼。冒进状比丘尼一生受持涅槃经，涅槃经嘅份量好多。涅槃经喺中国亦有几种唔同嘅译本，最少嘅系36卷，多嘅系40卷，所以份量远远嘅超过咗法华经。咁冒进状比丘尼向佢请教，佢话我唔识字嘅，你将呢个经念俾我听。冒进状就念，念完啦，佢就同佢讲。呢一讲之后咧，冒进状比丘尼亦开悟。后来追嘅人追到啦，佢又走难啦，走到猎人队里边匿咗15年。这个风波平息之后，佢至出嚟。咁各位谂谂，悟祖引大师冇同佢讲过涅槃经，佢能够喺嗰度以几个月嘅时间同冒进状比丘尼讲咗一部涅槃经。在曹溪类似这个事情更多了。坛经里面记载的法达禅师念这个法华经念了3000部，法华经的分量有7卷之多，一日念一片，那个3000片差不多是10年。念咗10年冇开悟，到呢个曹溪去请教六祖，六祖就同你讲《法华经》，我冇听过，你念俾我听。《法华经》一共28品，佢念咗2品。这个第二品就是方便品，念到第二品，他就跟法达禅师说可以了，不用念这个经文，我完全明了。将《法华经》大意跟他讲解，法达一听亦开悟，那岂不是一样通了，一切都通了吗？咁我哋何必仲係要搵麻烦呢？所以我哋真正体会到精进两个字嘅重要。专精啊。甚至于呢一句佛号经都唔要念，就呢一句佛号，你念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，定慧都现前了，定现前了，绝对不为外境所动，为现前世出世间法一切通达，就好似慧能大师一样，眼睛一睇就明了了，耳朵一听就通达了，仲要嘥咁多时间去学习呢？嗰啲就是欺笨无比啦！聪明人
唔做嗰个笨事情嘅，所以一门深入。你呢一样通咗，你其他嘢决定系竹类旁通。我呢个讲经亦差唔多快40年啦。我喺台中跟你老师学经，学得唔算多，但系亦唔系太少。呢、这个大大细细嘅经论亦学咗30几种，但系30几种系通通都学嘅。老师教学，我哋都喺教室里边听课。我真正用功嘅系喺五部经，真正用功。所以我喺广学里头，我有专精，我嘅精神力量用喺一点上。同一个阶段，我唔会学两样嘢。老师可能喺同一个时期教两样、教三样，我都去听，但系我专学一样。咁好似花严经80卷，我到台中听老师讲经，我只听一卷。第一卷听完啦，我就唔听啦，因为过一部花严经我亦会讲。法花经，我讲过法花经大意。法花经我冇学过。地藏经讲咗好多遍，地藏经冇学过。禅宗里面嘅经典好似呢个金刚经，我学过心经，冇学过金刚经。金刚经我讲咗好多遍。永嘉禅师嘅禅宗集、正道歌、信心明、大珠和尚语录，呢啲过去都讲过好多遍，呢啲我冇学过。我系从我自己修学咁多年体验当中，知道一门深入，真正深入，纵然冇学过嘅嘢摆喺面前，亦冇困难。所以无需要用咁多精神，用咁多嘅时间，将自己力量分散咗。嗰啲叫真正可惜，你所学得嘅皮毛啊！你一门深入，你能够得到佢嘅精髓。所以佛法确实系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一个法门通达，一切法门都在其中。何况这个《弥陀经》和《无量寿经》真正是不可思议的大经，它的分量不多，但是它的内容几乎是无所不包，一切经论、一切法门都不能超越佢嘅范围。
所以在这种经论里头，阴门深入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，哪有不通达的道理。这些是我和一般人这个教学方法不相同的所在。这些只是说明了用最少的时间真正得到定位，真正通达事理，一定要专要正。这个就是要定在，要将这个心定在这个法门上，相应不散。第五，慧根，为正道及诸助道善法，观于苦等四谛。这些就是说以真实的智慧，这点难，是真难。为什么呢？凡夫哪有智慧？凡夫有聪明，聪明不是智慧。聪明是什么呢？是从意识心里面所生的，从意识里面所生的分别研究辨别，都是心意识起的作用。智慧是要来心意识的，不用心意识，那就是智慧。我们今天起心动念都是心意识，所以各位要知道，慧是从定里头生的。无定哪来的慧呢？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。所以这个三无罗汉里头讲，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无定是决定，没有智慧的。